道地的、哦。会不会到时候一大堆台湾人跑来密我 Instagram？ 哎、欸，你可以给我贴纸吗？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比较收钱。欢迎来欧洲，联系 Mickey。刚刚最后一刻才发现，妆都化了。对，我刚才一度想放弃，我想说那还是算了。怎么办？后不让我进去？不会了，我就见机行事，我觉得不会怎么样啊。担心啦，没有这么复杂啦，好不好？喜欢之类的，两个奶头奶环，你可以吗？你有穿过吗？没有，我就是要你穿，因为你这样才能让我进去。继续拿说清楚哦。我们就要来这边找今天晚上可以出去玩的衣服啊。这是我的朋友 Alice， 她是我在柏林的朋友，然后她也跟过我去日本，你也见过她。我去的一间是那个柏林的 second hand 的那个衣服，对，这里就是柏林的这种 party 服饰。你要穿的 fancy， 你就 fancy gown。我知道不能穿太 fancy， 你只能在那买。你看这些穿那种很奇怪的，你就会进去。那也可以买这个。你有进去过吗？本来我自己没有尝试，因为它要很 special 的时段，如果在夜店时间进去，你会排3个小时，然后你搞不好被拒绝。最简单进去的方法是星期天早上8点，那个时候你就不太需要排队，因为本来很有名，很多欧洲人就会，例如说从意大利飞来柏林，礼拜五到礼拜天，因为它有嗑药嘛，所以就在里面混，所以然后里面又有卖披萨，嗑药，它就是一整个地方有地方睡，然后有地方吃，你什么地方可以在那边解决，就很酷的。对，进去之后你完全不能排，对，它是。把你那些弄 sticker 贴起来，或者是他可能要就是请你把手机记起来这样子。对，你有听过很多白板传说吗？有一个人会在男厕把自己用手链靠着，靠在小便斗旁边，然后他就叫他尿在他尿在他嘴巴里。你找一些像这种的，这件起来还不错。其实我知道这个牌子啊，这个牌子美国也超多的。在录吗？好像有太松了。进去 Berhai 的话，其实就是你要，它真的要很 local 的一个 style， 很不在乎，就进不去无所谓这样。对对，我之前要去类似的店，我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我都不敢看他们进去。真的？对，我就一副不在乎的样子。你就很在乎？对，我很在乎，但是我就会怕。最近就是 Elon Musk 在那个柏林建了一个很大的 Tesla 的厂。他也是试着要去 Berhai， 然后就被拒绝了。他就一怒之下就把 ticket 包了一整晚。我们交通卡的话要怎么买？德国它因为现在那个物价上涨，有出一个很好的方案，就是帮助大家旅游。哎，它是有大麻店？有，等一下你介绍我讲。你现在买那个月票只要9欧元，因为你通常买单程票就要2.7了，太便宜了吧？因为我那个时候看7日票是36欧。然后现在是9欧元，你全德国可以搭哦。是只有这个月有吗？只有7、8、9月，就是只有今年，因为今年我们的通膨已经有差不多10%左右了，所以大家很痛苦。油电又涨，因为那个乌克兰战争。First name, last name。好，每张票你们都要签名才算，就一人签一张就对了。对，一人签一张，然后你就是带着你的那个护照之类的。好，可以，太棒了。好，买票完成。治安算是不错了。对，因为柏林人他们虽然不疯，他们虽然很奇怪，可是他们是奇怪的自己，他不会去干涉你做什么事。治安就还 OK， 就比较自由啦。你可能去一些夜生活比较多的地方，你会看到有人就是奇奇怪怪在那个桥下有没有他吃药什么，就这样子。他也不会来靠近你，对，他回到家就是。所以这是我蛮喜欢，像我就不喜欢巴黎，我就对对对，法国或是那个南欧好都会比较容易偷东西。对。那我就买了这个狗链，
这边就是内裤，它可以下面直接打开就可以尿尿了。噔噔噔噔，我的奶罩会喷火。那当然，我还要买一些其他的装饰啊，我这可以用成胸贴，就防盘布，我觉得蛮好看。然后半身要穿这个，它再来配这个我刚刚的那个丁字裤，因为我们刚刚买了一个更细的丁字裤，可它一直掉一直掉，我就怕到那个 doorman 看到我的时候，我就丁字裤啪一声全都打开剩鸡巴，就完蛋。他说 ，Not for you today。Alice 的朋友呢，他是个 DJ， 一定好像会带我们去点野店先尝试水温，因为他们有很多在做不同的事情，对，你看得到，对，他们有很多床，你看到都在那边做不同事，可以大开眼界，看你是什么心态。那 Burhan 就是有人在喝尿，还有往下面尿人家喝尿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就是你要用玩乐的心态去看这些他们的夜生活，就会发现这个文化是值得我们就是一窥究竟。在柏林所有的 techno 的夜店都是不能拍照跟摄影。对，进去的时候他们会拿那个 sticker， 就拿这个这样贴那边。哦，你进去很多间呢。就是他就会贴在你的那个上面，所以你穿怎么样子都不会有人管。我们要入境随俗，不管你穿着怎么样，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人，他们这都是非常尊重，也不会觉得人家觉得你很怪，你是个同性恋，或是你穿的是不是 SM， 他们都不管。你只要有这精神，他才放你进去。如果你没有这精神，他们是把你赶。Sorry, today not a day for you. 你被这样讲几次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被拒绝过。真的假的？哇，所以也不用穿成这样嘛。我们要这个心态。但是因为我看起来就很 local， 对吧？所以穿这个几率真的会加分。他们还是会可以感觉出你是观光客，但是他们会觉得你有尝试的了解我们这里面在干嘛，而不是只是说哦这个好像很有名，所以我来这里这样子。有那个心展现那个态度。那我们现在告诉你们哦，你们已经知道你们在干嘛了吼。下次来记得要穿这样，记得来这边先买一些丁字裤啊，然后狗链啊。过没多久，今天店长说最近有这么多台湾人。台湾人就为国争光啊，我们的心态是要不断的在增长的，我们的心跟远见都是要一直不断的创新的嘛，不要很无聊。我们今天为了要去那个夜店啊，买这个情趣用品那些衣服。花了406欧元在这，然后还有行李一来，在台湾就花10000多。在台湾，妈的那个死！详情请看柏林第一集。而且其实你买很多件，对啊，买很多件算 OK 耶，因为其实 SM 或是情趣用品的东西都是超贵的，在欧洲这个东西都是很有价值的。但我觉得像买下来那么多件，12000算 OK 了，而且它的皮是真的好薄的皮啊。他现在撕一个那个贴纸给我们，你要小心撕，不然会把裙子撕下来呢。因为他这样，我们去别家夜店，他看到说我们有之前夜店的这个痕迹，应该比较可以容易进去。因为他很多就去每个夜店啊，他都会让你贴这个 sticker， 贴在你的这上面。就有时候你有进去过那间夜店，他们夜店都是这样。他说他之前去过的那个痕迹哦，然后要撕一张给我们，代表说我们有去过别家。这是上礼拜去的痕迹，上礼拜去的痕迹。哎，你会撕烂了啦！只要贴在他手机上，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上礼拜有来过的意思啊。因为今天晚上我们是用手机买票的。Miki 说就是我们要去那个柏林夜店的话，你买票一定用自己的那个柏林上面的一个那个 app。哇，鸡腿！这样代表说你真的懂这边的文化，你会比较容易进去。教大家两个小 tip， 一个是贴纸要在手机上，一个是其他用他们的 app 买票哦。哎，他们会直接转成就是现实动态让你发在 Instagram 上面。看。就黏在这里。好，谢谢耶！ Okay. 谢谢 Miki。到地的。会不会到时候一大堆台湾人跑来密我 Instagram？ 哎、欸，你可以给我贴纸吗？我说哎，搞不好我家没有收钱。欢迎来欧洲联系 Miki。你们今天晚上去的店的话，也有很多台湾人去的。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通常我去 clubbing， 我几乎都是唯一一个亚洲人。可能我有时候跟我日本朋友去，所以就是只有我们那几个人是亚洲人这样子。我们要让台湾的人呢更了解这些东西，然后更有这些精神。所以你要做那个宣传大使。宣传大使啊！我从美国就是开始宣传了，好不好？夜店大使，然后现在传到这里了，还是反毒大使哦。反毒大使是什么？柏林的夜店大使啊，对我这边的驻点外交官 ，OK？ 谢谢 Miki。你又买了什么？刚刚买一堆了。不是为了要去夜店买一个腰包而已吗？就觉得好看。对啊，为什么还送腰？他自己也被烧到了好吗？你自己买一堆，你自己买一堆。想在那边牵拖别人。哎、欸，我都是为了今晚的东西。我好认真哦，拜托，这老天看到我们认真的分商，让我们进去。哎、欸，看他们7点钟了，还没有天黑耶。哎、欸，干，
你这个你的 sticker 快掉了啦！哎、欸、他妈，他手机的这个手 sticker 掉了一个、欸，哎，眨眼还一个翻起来，而且还用我的发现，哎、欸，真的是，这个不能掉，这个比较重要。我们现在要搭地铁回去。哎、欸，我这个妆已经从台湾停到这里来，大概有两天了吧？两天没卸妆了，撑的还算久啊。坐地铁，这是我们的车票，月票才花9块钱，今天最便宜是这个。刚刚又在买一些皮件的，又在买一堆，好看就只能一直买。但好险的，刚刚有止住，然后到米兰再买，因为这样子要背的东西到米兰，你就被罚钱。所以你要把你自己克制住。我知道的，我会克制。所以我去整理一下吧。这是战场前，你穿成这样，应该他的腿落在别的房客也看到，搞不好去跟一楼柜台报告去了。我们等一下要搭地铁去吗？还是坐 Uber？ 搭地铁啊，搭地铁。我要看要穿什么东西，可我不可能穿在人家大街上面走路吧？可以啦，在柏林这个地方，谁管你穿什么东西啊？鞋子掉在百货公司，根本没有鞋子。然后重点是，我穿了一双不是我的球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从我家去拿我的球鞋，就拿到不知道是我家其他人的。你被两个助理冲干，而且都跟鞋子有关系，都跟鞋子有关系。站过去，就是不是我鞋那么大。不然那个买的真带不见，对啊，带不见。然后你有一双不好看的，然后我这样你穿，那我现在怎么办？我脚现在是这样吗？这不是我的鞋啊！快点让我们倒带一下。你穿成这样，爸，鞋底不见了，快帮我看我现在鞋的问题。你这样没有看起来很奇怪啊！今天下午出去就为了买那双鞋。看那个包包啊，那双鞋就弄丢了，我要放在那个内衣店，然后就刚刚最后一刻才发现，哎、欸，鞋子跟包包怎么没有？连Uber都叫了，我妆都化了。对，我刚才一度想放弃，我想说那还是算了。怎么办？后不让我进去？不会了，你都还没试，你怎么就这样想的？反正我就已经跟你说了，我们有票啊，我就见机行事，我觉得不会怎么样的。可是我穿这样是蛮像 EDC 的，放心啦，没有这么复杂啦，好不好？你的腔跟 Alice 的腔是不一样的腔， Alice 就是一个腔。我说也不可能赤脚啊，我会觉得很哭笑不得，我也不知道要安慰你还是不安慰你，但是我会想大笑，你知道吗？想大笑，对啊，我这个人有点没有人情味。从台北带双不是我的鞋来，你知道吗？这双38号、39号。你为什么会从台北带双不是我的鞋？祝你搬来三年。对啊，然后我们要排队排。不知道啊，因为他11点排嘛，本来想说我们可能11点半，然后在12点出的话，可能会开门。但是因为他应该有两个走到，一个是本身有钱给，一个是没有的。人生嘛，你知道有失有得嘛，对吧？人有人失去一只马，那个是什么？塞翁失马焉知非。说不定你明明就走在路上就踢到一双鞋子。哦。三
在外面排这个队，等超久，快睡着了。而且我鞋子还有问题，完了。我们终于回来了。等一下，看拍摄员有没有？看怎么办？穿这个鞋子 party 了，脚超痛。结果你今天这个战服有成功入场。你的脚很痛。好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脚已经整个快断了，因为我的脚出了点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看我后面已经把磨出大概有一大块死皮了吧？我才光刮过脚皮，整个这边都已经黑掉了。看我的脚真的是黑掉了。我用的水。好痛哎！我觉得比烫到更痛。你最重要是你的这个什么，你不要这样睡觉，要卸妆。给你们弄点吃的，好。我今天已经有那个，至少我们有点战利品啦。然后我们有去到还不错的那间店，但只是我因为真的太累，然后我脚太痛，我一直很想睡觉。我在那边一直想度孤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很累。我明天再继续，今天精神养好。至少今天说的东西我们都有准备齐全，明天再一切重新来过。我鞋子也要弄出来吧，我现在那个脚上的那个剪带那么厚吧，等一下这个他妈的可以拿剪刀直接剪下去，扎下去都不会流血。很痛哎。阿妈，你明天可不可以到那个百货公司把它拿回来啊？好了。